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。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小猪猪，圣诞树好漂亮啊。是呀、啊、圣诞树挂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彩灯，还真漂亮哎。不知道今年圣诞老人会不会给我们送礼物呢？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。哦，怎么了，大傻怪？你还不快走？圣诞老人哎！哎呀，什么圣诞老人呐？快走吧！小猪猪，嗯，是真的，我看到圣诞老人了。切，我还说我看到飞碟了呢。哇，真的是圣诞老人呢！快追！哦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好重啊！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去发礼物，真是惨呐、啊捡到圣诞礼物运气不错呀。快打开来看看是什么。不行，嗯，这些礼物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要还给圣诞老人。啊，不是吧，圣诞老人，你掉礼物了。圣诞老人，喂，糟糕，被他们发现了。圣诞老人，礼物，礼物，圣诞老人。小朋友，礼物要按顺序派送，你耐心点回家等着吧。不是吧，老头，我有你的礼物啊。臭小猪，过一会儿不就轮到你家了吗？追这么急干嘛？嘿，老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真是的，这老头怎么越叫越跑呢？小猪猪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，圣诞老人就快跑走了。瞧我的超级棒棒糖。耶、yeah, 看我的哟、圣诞老人，你给我站住。站住！臭小猪，想追我要礼物，我偏不给你追上。站住！站住！还想跑？大傻怪，我把他从房顶赶下来，你别让他跑了啊！猪猪跳跳鞋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！
大傻怪，快拦住他！看你还能逃去哪儿？臭小猪，你们拦着我干什么？我还有好多礼物要去送呢。原来圣德老人就是迷糊老师啊。迷糊老师，你掉了礼物，我们是想把这两个礼物还给你的。是吗？是我掉的吗？让我看看，这份是给吱吱棒的，一份是给大傻怪的，这两份礼物本来就是给你们的嘛。由于你们妨碍了我的工作，不能够把礼物按时送给其他小朋友，你们就要帮我一起送礼物去。